主料，鸡蛋三个，青椒两个，辅料，柴鱼片，生抽二汤匙，糖、盐、胡椒粉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所有材料青椒洗净切成条，鸡蛋加少许盐和胡椒粉打散备用。将柴鱼片在锅中以小火烘酥，炒锅上火，加适量油烧热，倒入蛋液边缘烧凝固后滑散成大松，马上盛出。圆锅加少许底油，下入青椒翻炒至表皮微微起泡时，加入海天小小盐酱油，少许糖，迅速翻炒，马上倒入炒好的鸡蛋拌匀，加入柴鱼片，要留下少许状盘后又快速拌匀即可盛盘，趁热上桌，并将留下的柴鱼片撒在表面，看他们会跳舞。烹饪技巧，鸡蛋要炒的嫩一点比较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